1月21日16时至1月22日16时，本市新增9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其中轻型8例，普通型1例，含1例昨日已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，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。1月21日至22日，市疾控中心对后续8例的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，结果显示均属于德尔塔变异株 AY.30 进化分支，均为同一传播链。